来三个奇怪的男人，今年安排两个特别的女人。来，第一个女人为您介绍，她今年只有4岁啊，4岁呢 ，Only 4 years old， 4岁啊，怎么样背歌词？怎么样跟乐队呢？对不对？可以说是哈、啊，在这个歌台，甚至我们娱乐界一般的歌星来宾，冇到一个呢，真是的，一般的囡仔来宾，冇到一个呢聪明啊，来。天性聪明，我们还没有为大家安排歌曲，先介绍到出场好不好？掌声鼓励鼓励，4岁。哥站在这边呢，跨步了，所以我介绍囡仔在那边在哭了啊。你 can see me? Can? 偷笑你看，姨妈你好，你好，看我呢，看我呢，好懵啊你啊。How old are you? 今年几岁？四岁，住在哪里？不给巴豆。大牌几号？2号。你别讲个40岁，不讲大牌清楚2号啊？是不是叫2号？2号是吗？那么住啊？不给巴豆，大牌离婚咩？你是政府族还是假红族？不爱动，怕人家绑票。你读中几啊？Nursery 读。Nursery 2 only 啊 ，It's not kindergarten, OK？ 哇，你今天吃饱饭了没有？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吃什么？贾西米。哎，你是咪识人啊？福建人么？是不是福建人？用麦讲话，是不是福建人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啊，会好讲福建话不？会不会讲福建话？不会啊！啊，小孩子现在都是啊，华语跟英语啊。好，今晚来到节奏歌台，4岁 ，only 4 years old， 那是你读啊。第一首歌曲要唱什么歌啊？昨夜的悔恨。哇，我是讲你来唱囡仔歌，你唱昨夜的悔恨。I thought you want to sing a children's song, you know. This one is adult song, no. Uncle Andy song 昨夜的悔恨 no. OK, 你有没有拜老师啊？有没有老师啊？有没有？有老师不？有 teacher 呢？有没有？大大声讲有没有？有。老师是谁？天灵老师。哇，千林老师哦，千林的学生啊，你看，哎，等一下那个灯不要关啊，啊，较开啊，人家看会到，无碎碎念就看袂到嘞。我熬到都啊，后面的看得看会到无？要不要站在椅子上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，看袂到你的代志，讲。Are you ready to sing this song? Yes. 哇，然后叫阿嬷几好，那你后面来讲阿嬷讲一条好听啊。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his song? Yes.这是我讲的，掌声鼓励，不是你讲的。我是司仪耶，这个我说掌声鼓励鼓励，你才唱。这个掌声鼓励鼓励，不是你唱，不是你讲，你讲了我做什么？